小金生活在韩国首尔，因公司重组，他失去了工作。同时，老婆以他的名义欠下了巨额的高利贷，然后丢下他跟情人跑了。面对人生彻底失望的他，爬上了汉江的大桥。在接完一通催债电话后，纵身一跃跳下了汉江。然而，在海浪的冲击下，他被冲到了江边的一座孤岛上。这里充斥着各种生活垃圾，离城市只有一江之隔。面对孤立无援的境地，小金开始慌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看见了他，然而对方。却以为他是在打招呼，便开船离去。绝望的他想要上吊自杀，可却又因肚痛腹泻而终止。拉完臭臭，看到丛林里的花，便忍不住吃了起来。意外地发现味道相当甜美，然后决定就在这孤岛上生活。他捡了艘废弃的鸭子船当做自己的家，渴了就喝江水，饿了就吃蘑菇野菜。这天，为了补充蛋白质的小青学习起了捕鱼，不过都以失败告终。不料，在小青用捡来的洗发水洗头时，不经意间却毒死了水中的鱼，于是他便拿回去烤着吃。而鸟在吃下鱼骨头后也被毒死了，随后他就烤死鸟来吃。小青就这样在岛上过着流浪汉而又悠闲的生活。江的对面有一间小房子，房间里有一个性格孤僻而自闭的女孩小美，3年来从未走出自己的房间，连爸爸妈妈都没怎么碰面。她在网上建了一个部落格，以虚拟的身份活着。这天，她无意中窥到小金正要上吊，这可把她吓坏了，还以为是外星人。此后，小美开始透过镜头。窥视起小金的荒岛生活。这天，被他深深吸引的小美终于忍不住鼓起勇气走出房间，扔了个漂流瓶给他。几天后，小金拿到了漂流瓶，并在沙纸上写字回复他。两个孤独的人就用这样的方式开始了联系。小金的鸟屎终于发芽了，其中最先长大的是玉米。小美被他的精神感动，于是便找妈妈要了一些玉米种子。小美得知小金自己种植玉米，是因为想吃上自己做的炸酱面，于是便打电话点了份外卖给他。神奇的是被拒绝了，他告诉外卖小哥这是他的希望。外卖小哥无语地走了。没过多久，小金就如愿地吃上自己做的炸酱面，激动地流下了泪水。可是。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，一场暴雨的来袭，不但淹没了庄稼，就连自己当作家的鸭子船也无情地飘走了。小金看到被摧毁的一切，眼神中透露着无奈。更糟的是，来了很多抓他的人，并将他送回了城市。小美跑出去找他，这次他没有戴头盔，没有任何隐藏。这边已经无家可归的小金上了公交车，准备在城市里最高的大厦跳楼。当公交车要开走的时候，小美追了上来，告诉了他。自己的名字，两人相互深深地望着对方。电影最后，小美和小金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，喜欢小猫的不要忘记关注哦。